同声同气自己人，原汁原味最新闻，湾区最新闻，文耀同你品。今晚头条咧，我哋先嚟睇单火情啊！喺今日下午，汕头站附近有一个工地发生咗火灾，现场一度系冒出咗浓烟。咁目前火咧已经系被扑灭噶啦。咁但系事件有冇对汕头站造成影响？这个我哋最关心。嚟睇下记者较早前发翻嚟嘅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汕头站一体化枢纽工程站前东广场的项目施工工地。那今天下午的4点多，这个工地是出现了一次紧急的火情，一度是冒出了滚滚的黑烟。那许多现场的目击群众呢，纷纷也将这一情况发到网上去，引起了这个广泛的关注。我们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火情是已经得到了基本的一个控制，现场也在没有在浓烟再度冒出了，而现场也有施工人员、公安、消防等等的这些人员在现场进行会商研判。那我们从消防部门那里也得到这个消息啊，目前这次火警警情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伤亡，但是我身后的这条桥梁上面还是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种烧黑烧焦的一个痕迹。目前起火的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由于这个起火的地点呢，距离跟现在正在运营的这个汕头火车站的距离还是非常的近，可以说是完全紧挨在了一起。那我们也跟汕头火车站那边了解到，由于这次火警警情是出现的快，扑灭的也快，那对于现在的火车线路和列车的发车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一个影响的，是完全正常。那对于这次火警的进一步情况，我们也保持进一步的关注。嚟啦，出行方面嘅消息啦，最近咧，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经济联社就发咗一份通告，就话从5月16日开始，电动单车同五类车就要禁止入村停放，大家要将车辆停在出面，然后再使用共享单车或者其他工具接驳回屋企。咁喺寻晚，三元里联社又发咗一份通告，但呢次通告就唔系提要求啦，而系事关奖励嘅。上面就话喺限定嘅日期之前，主动将车辆移出去嘅居民都可以获得免费嘅充电奖励。其实即系鼓励大家能够配合村入边嘅工作。咁效果点咧？睇睇。今日上昼，记者嚟到广州白云区三元里村，发现村内外已经广泛张贴加强电动车管理嘅通告，以及限期内提前移出嘅奖励政策。奖励主要为免费充电服务。5月14日晚上12点前自主移出到指定区域嘅，奖励2个月免费充电；5月15日晚上12点前移出嘅，奖励1个月免费充电。发动不少于50位亲友的奖励2年免费充电，有不少居民都表示支持，亦有居民现场登记后话要体验一段时间先知道方不方便。给周边朋友说一下嘛，够给力给力给力，肯定大噶。所以而家如果佢话有单车接驳嘅话，我哋都即系试下先咯。如果有啲遇到啲咩问题，再同村嗰度反映翻咯，系嘛？你唔试唔知点样噶嘛，要试过先知道。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今日一个上昼就有千几个居民报名登记，主动将电动车提前移出村外。我们昨天发了那个奖励公告之后，那居民也是很反应激烈的。在我们各个岗位，有一些是8点钟我们开始，8点钟一开始就已经有居民来登记，也配合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踊跃的。目前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已经登记了1300人。据统计，三元里有6000架左右的电单车，按照1:3的比例，响村嘅外围配置咗2000个充电端口。目前都已经基本铺设完毕，进入到最后的通电调试阶段。那每个充电桩呢，我们看到是一共有2个这样的一个充电口啊，每个充电口呢配备了防雨舱，来保证在下雨的时候这边的一个充电安全。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整个元件都已经检查到最后阶段了，仅剩正常通电就可以进入使用了。但有部分村内的商家同外卖员表示，担心新规为配送带来不便，为生意造成影响。平时就都是做这个街坊生意啊，全部都是这村里面的人员流动比较多，因为他这里很少说那些外来的在这里流动，所以你如果是整成这样子的话，就像我们偶尔去送个餐的话，我要骑电动车吧，我不可能你三元里你在这里面跑到外面去哈，那也很远啊。最主要的还是不方便。
拿个快递，这里又不能办同一个快递柜，走来走去那边拿个快递，这边拿个快递，你这样更不方便。对于呢类疑惑，三元里联社组织各网格长逐家逐户对新规进行解释。对于用外卖、快递、燃气、粮油等生活必需品配送的电单车，在每日六点到晚上十二点期间，是允许在进行核实登记后入村通行的，不过需要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配送并离村。咁讲啦，能够落呢个决心去管理电动单车嘅地方咧，真系唔多嘅。联社咁做其实都系为咗大家着想，希望村入边嘅秩序可以更加好一啲。关键系呢次呢个决定咧，佢唔系一禁了之。联社谂咗好多计仔同大家安置车辆噶，例如2000个叉电口都唔少嘢噶。虽然你话2000个叉电口系咪一定可以满足6000部车嘅需要？呢、這個以後仲要觀察，有條件嘅話，可能仲要繼續改進。但係至少佢嘅起步已經好過好多住宅小區多多聲，呢個係事實。一個好嘅環境係大家都想要、都需要嘅。既然依家有咁嘅要求啦，咪試下做住先咯，話唔定佢真係好咧。下邊再嚟睇啲大交通啊，備受關注嘅廣東城際鐵路最近有咗一啲新嘅進展，廣佛南環同佛管城際鐵路咧即將要開通運營啦。他們接下來將會與已經開通了的佛肇城際和管慧城際鐵路對接，實現四線貫通。在今天上午，我們記者就率先體驗了一次廣佛南環的城際鐵路。老實說，舒適就當然了，關鍵還要很方便。廣佛南環、佛管城際鐵路、佛肇城際和管慧城際鐵路四條城際鐵路由廣州地鐵集團建設和運營，以番禺站为中心，向西为广肇城际，向东为广慧城际，全长258公里，全线设39座车站，其中广州5座车站、佛山9座车站、肇庆6座车站、东莞12座车站、惠州7座车站，列车最高运行时速为200公里。四线城际仲可以同广州、佛山、东莞等已经开通地铁的城市地铁线路串联，实现便捷换乘。四线贯通运营之后，我们将全新采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那么我们新增番禺站以及广州长隆站两个快车停靠点，我们全线快车停靠点将达到14个。比如说我们的肇庆站、鼎湖东站、我们的东莞西站等等。今日记者来到番禺站，见到站厅已经基本完成布置。而记者搭乘的广佛南环城际列车一共有8节车厢，每节车厢配有一个洗手间，车厢中部配有两张台。咁从番禺站出发，大概20分钟左右嘅车程就可以到达佛山西站。咁据了解咧，喺以后四线贯通运营之后咧，广州将会发挥核心城市嘅辐射带动作用，咁实现从广州到佛山、东莞中心30分钟会达，到其他城市60分钟会达，系加快形成咗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嘅通勤圈。在购票方面，广肇、广慧城际会沿用广清、广州东环城际的12306加城际铁路公家化多元支付双票务系统，乘客可以在12306系统上提前购票、刷身份证入站，亦都可以使用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羊城通、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入站乘车。我们采取公交化运营之后，那么这么多便捷的多元化支付系统，那我们的乘客乘坐城际铁路就像跟乘坐地铁一样便捷，那么随到随走，无需提前购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实体票卡的乘客需要在站厅的自助客服终端完成实名制认证，使用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的乘客也都需要在 APP 上进行注册和实名认证，另外支付宝等第三方乘车码暂未支持。而为配合广佛南环、佛管城际铁路正在开展的运行试验工作，自5月13日起，佛肇管慧城际铁路车票预售期已经调整为3日，有效地加强了肇庆、佛山、广州、东莞、惠州的区域的交通联系，也使得各个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人员往来、文旅商贸更加便利，那么流动更加高效，发展更加融合。出行咧，除咗要追求点到点之间嘅来往效率，对于过程当中嘅舒适度啊，亦都好有讲究嘅。
每一位妈咪可能都经历过带 BB 仔出门的焦虑，例如做乜嘢都拖手冷脚啦，找不到母婴室啦等等。咁最近咧，广州地铁就首发了母婴室分布电子地图，而且仲标记了具体的位置。换句话嚟讲咧，即系只要依家大家入了地铁，想要照顾 BB 啊，有啲咩特殊嘅需要，基本上都唔使愁。市民打开我们地铁城市码小程序，点选线网图里面的母婴室，然后通过放大，可以看清楚的看到我们整个线网的一个母婴室分布的一个情况。广州地铁乘车码小程序上发布了母婴室分布电子地图，图上不单止清晰标记了地铁线网母婴室的分布站点，还列明了站内母婴室的具体位置，方便母婴群体快速定位。我觉得挺人性化的，挺方便的，特别是对外地人，有时候这个语言沟通不方便，听不懂话，所以问吧有时候也问不出来，所以在这个小程序里边一早一点，哎，我都会，基本上年轻人都会，哎，非常好。记者在黄埔区的长洲地铁站内，根据指示牌，好快找到一间母婴室。不少的母婴室就设在喺站台层靠近卫生间的位置。当大家找到母婴室之后，用手摆在呢度嚟感应，就可以开门使用了。母婴室面积大约10平方米，室内配备婴儿座椅、尿布交换台、洗手液，入面仲有两个隔间，有台有凳，方便妈咪哺乳同整理衣物等。记者发现母婴室内设有求助按钮，门上亦都张贴住车站联系电话。如果市民在使用过程当中需要热水或者婴儿用品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求助按钮跟我们的拨打求助电话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广州地铁线网已经有173座地铁站设置了母婴室。2017年后新开通的线路实现母婴室100%覆盖，其中南沙客运港站、机场北站、增城广场站等6个站点的母婴室就被评为广州市母婴室示范点。家长尤其是妈咪要独自带小朋友出门呢，讲真需要的勇气可能会多过需要的力气，因为真的有太多困难要面对，真的执嘢就已经执到懵下懵下，更加不要说出了去人多的地方不敢去，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没办法去，坐车吃饭、换纸尿片、喂奶、哄他睡觉、帮他找厕所，通通都是事情，可能真的连饮水的时间都没有。地铁推出的类似母婴室的指南针，你说要解决妈咪所有的难题呢就不现实的，但是至少解决了妈咪在乘坐地铁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大部分的难题，这个已经很好了。其实不单止是地铁，很多机构包括商超、写字楼类似的母婴室，这些基本的设施呢都应该要配备，而且要在显眼的位置告诉人家知点去，多一个这样的场所其实不会占多多地方，亦都不会影响多经济效益，但它带来的那种人性化的服务的体验感呢是提升几个 level 的。看回今天，广州南沙警方通报说有四名的学生最近一起外出，结果荡失路的。民警经过6个钟头的搜索，终于就在凌晨时分将他们找回，好彩的是四个人都没什么事，不过就吓亲了一下。5月3日中午12点左右，住在广州南沙大江镇的13岁学生小陈话俾屋企人知，话要同同学去附近爬山，而且应承好快就会翻屋企。佢就同啲同学仔出去玩咗，个同学咧带咗佢两个细佬，一个7岁，一个十岁，去18座山玩嘅，玩到行。不过直到晚上8点几，小陈嘅家长仍然未见几个细路翻屋企。家长四处寻找，最终报警求助。大江派出所民警接报后，立即启动合成作战机制。通过公共视频查找和巡逻队沿街巡逻走访的方式寻找小孩，然后一直到凌晨3点多的时候，我们才发现4名小孩的踪迹。那四个人结伴从大港阳光广场往大港园林宾馆方向前进。我而家就喺警方找到4名走失小朋友的地方的附近。咁当时呢警方见到他们的时候是比较疲劳和慌张的，于是民警就马上打电话给家长接回我们回去，确保他们安全。
经了解，四个学生是在游玩过程中不慎荡失路，以致未能够及时回家。民警将细路安全感交到家长手上之后，叮嘱家长今后一定要看管好细路，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夏天到了，也提醒广大学生不要到河边游玩，甚至下水游泳，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防止被诈骗。另外提醒小朋友在过马路的时候不要追逐打闹。四个细路咧呢次应该吸取教训噶啦，尤其嗰个带住两个细佬嘅，以后应该唔敢噶啦。中学生啊，虽然系有一定嘅自理能力，但其实佢哋对于好多潜在嘅危险都系冇意识噶嘛。作为家长咧，关键仲系要掌握子女去嘅地点、时间，同埋有条件嘅话，最好留个可以联系嘅设备，例如手机，系嘛？而家好多设备嘅都有定位功能嘅，都可以24小时开住，万一揾唔到人，呢个功能就好有用。你睇下条片，讲到佛山。佛山最近马上要迎来一座用城市来直接命名的大学。在昨日教育部发布了公示，就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计划要更名为佛山大学。而这份公示呢，同时还提到广东还计划要设立肇庆医学院。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公开信息，位于佛山的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高校，始于1958年创办的佛山师范学院和华南农学院佛山分院，其后经历多次和佛山地区其他院校的合并更名，1995年合并升格本科后，学校名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沿用至今。目前学校是一间拥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的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有仙溪、江湾、河滨三个校区。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17385人，在校硕士研究生2033人，联招博士研究生61人。作为一座万亿级城市，高等教育落后一直是佛山的一块心病。在全国 GDP 二十强城市中，佛山是少数几个没有自己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城市。有学者指出，今次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更名，佛山大学正式归来，既是城市综合实力的标志，亦能够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提供助力。真是估不到啊！以前有一套剧的台词可以说精准预测了佛大的回归。为什么要讲回归呢？因为其实佛山大学这个名字以前就有了，只不过是后来它和其他院校合并了之后才没有了。这次它重新叫回佛山大学，对于老一代的师生来讲当然是一种回归。而同时它对于新一代的师生来讲也都是一种认可，因为只有学校的整体的教学质量、综合实力是有明显的提升，它才能够撑得起佛山大学这个名字。呢次改名可以講離唔開全體師生的努力嘅。嗱，尋日財政部發布了2024年一般國債、超長期特別國債發行的有關安排。其中超長期特別國債涉及的期限為20年、30年，仲有50年。上邊就話就決定在5月17日發行30年的超長期特別國債。以往的國債印象當中都是被人秒殺的嘛，根本我們都沒有機會買得到的。那這次超長期的國債，個人可不可以買得到呢？大家的購買意欲又是怎樣呢？論利息它又會多回多少呢？了解一下。我國目前發行的國債可分為儲蓄國債和記帳式國債。儲蓄國債是政府面向個人投資者發行，以吸收個人儲蓄資金為目的，滿足長期投資需求、不可流通的國債品種。儲蓄國債為記名國債，記名方式採用實名制。按照記錄債權形式的不同，又可以分為憑證式儲蓄國債和電子式儲蓄國債。记账式国债是以电子记账形式记录债权，由财政部面向全社会各类投资者发行，可以记名、挂失、上市和流通转让的国债品种。记账式国债的发行和交易均采用无纸化形式。市民呢可以带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到国债的承销团银行进行购买，那么凭证式的国债呢可以到银行柜面进行购买。
电子式的国债呢，除了在柜面之外，还可以在银行的网上渠道进行购买。单一个人购买这个单期的储蓄国债呢，金额是不能超过300万，购买面值呢需为百元的整数倍。好似工农中建呢啲大型银行，三年期定期存款嘅挂牌利率都喺2%以下，国债嘅收益率会比银行存款略高。农业银行韶湾分行预估，今次超长期特别国债嘅售卖会一如既往咁火爆。而国债呢，到期是按照票面的年利率来兑付的，保证本金和收益。它的收益的稳定性呢，就比较受这个稳健型投资者的欢迎。那么一般呢，当天的一个产品额度呢，会在一个小时之内销售完。广东金融学院国家金融学学院唐松教授表示，国债是国家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所以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国债因为它的超低风险率，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对冲性流动性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金融产品，所以这个是大量的金融机构会去增持它。今日咧，我都問咗啲銀行 friend 啊，佢哋就話咧，購買國債就冇技巧嘅，純粹就係鬥快嘅啫。咁喺5月17日咧，就會發行第一隻30年期嘅特別國債。感興趣嘅朋友咧，可能要提前定好個鬧鐘，等住上線購買先得噶。嗱，最近咧，我哋接到深圳龍崗區一位媽咪葉女士嘅報料，佢就話自己嘅女女咧，依家先至得歲幾嘅啫。咁佢就平時咧都會同個女定期補充啲營養嘅。每次就會喂佢食一支口服液，咁點知最近佢喂個女嗰陣咧，就發現嗰支口服液入邊竟然有啲殘留嘅玻璃片，即係用吸管懟落去搞一搞咧，係會聽到啷啷聲咁樣樣嘅玻璃片，即係你話萬一食落肚，真係唔知有咩後果㗎。咁啊，究竟係邊個牌子嘅口服液會出啲咁嘅事咧？了解一下。口服液当中的这个玻璃碎片长阔约2厘米，远远大于口服液的樽口，边角为淡蓝色，非常锋利，用吸管搅动时会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叶女士说，自己的女女刚刚1岁半，为了补充营养，喝这一款哈药3精牌的葡萄糖酸锌口服液已经将近半年了。她喝了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会有入边好似有玻璃碎喺入边，我就好紧张，就嗱嗱放喺入边。叶女士系喺淘宝网嘅阿里健康大药房购买呢款产品噶，佢将情况反映俾商家，客服嘅回复令佢大跌眼镜。专员就问我话系唔系嗰个溶液结晶嚟噶，我就冇可能吧，睇起身都唔似啦。佢哋嘅态度就好似话呢个肯定系结晶噶，肯定系我哋摆放唔恰当咁样。叶女士购买嘅呢一盒口服液，一盒共12支。扫描药品追溯码显示为正品，有效期到2025年10月。记者检查了剩余的3支未开封的口服液，均未发现类似碎片。咁其他嗰啲片喺边度？会唔会喺我另外个批次入边嘅其他入边变成好细，跟住佢饮入去咧？我都唔知嘅。记者同叶女士再次尝试联系阿里健康大药房，线上客服进行咗登记，随后对方回电承认口服液确有玻璃。这个上面确实有这个玻璃，那我们有在做就是跟品牌方去做沟通的，那具体异物是怎么来源的我们确实也核实不到呀，那和品牌方核实的话他们也要说是寄回去以后他们再去核实一下。记者同叶女士亦都尝试致电哈药3精制药有限公司服务热线，工作人员亦都承认该异物确实是玻璃碎片，可能是生产过程中出现故障导致的，对方承诺赔偿，并会对相应车间进行整改。出现这样的情况真的很抱歉，咱们这个呢可能是就由于就制瓶的时候呢玻璃呢它溶胶的时候它有别的玻璃碎片它溶多了，然后后续呢灯检机灯检的时候呢出现了漏检，所以说流入了市场到您的手中。越是低级的错误有时候越是攞命，口服液嗰个樽仔咧，几十年都系用佢噶嘛，生产技术好成熟嘅，更何况系大厂出品，有啲咁样嘅质量问题，更加唔应该。食品安全讲就话系人人有责，但系唔系人人都有呢个能力可以去负责，因为产品出厂之前，讲真呢、這个质量把关只能够系靠商家同埋有关部门，亦都希望厂家咧要珍惜自己嘅招牌，唔好辜负咗消费者嘅信任。
願意賠錢是解決不到所有問題的，如果信譽沒有了，賠幾多都沒有用。前兩天，廣州市天河區上社橫街有一部拉貨的麵包車突然間失控，撞向路邊的理髮店，現場有人受傷。究竟現場這場意外怎麼發生的呢？傷者目前的情況又是怎樣呢？看看。由現場視頻可見，事發之後麵包車停在理髮店的門口，車頭敲響門口並且受損嚴重，理髮店的玻璃門被撞壞，成地都是鋼化玻璃碎片。店外路邊有一個外賣騎手和一個女子瞓在地上。你把身整這裡很嚴重哦，拿過去。據理髮店老闆說，當日中午大概12點左右，他正在店裡面忙碌，一個麵包車突然一頭衝了來，直直地撞向了店門的不鏽鋼邊框以及牆體後才停低。我是先聽到聲音，然後再抬頭一看啊，这个玻璃门就直接哗啦哗啦的，它是那种钢化玻璃嘛，就全部洒落了一地，像下雨一样。店主话：好在架车冇直接冲入铺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面包车上得男司机一人，人并未受伤。他很镇静的，我看着下车。他下来坐，他坐在下面的，这不是站在转来转去啊，没做什么，他要等着交警过来了。事故造成店外有两个路人无故中招，其中伤势比较严重的是一个外卖骑手。反正有点昏迷嘛，这种。昏迷，那后来咋的？有人拉走了。就拉走的时候是还有意识？有，两个都有意识的。那个骑手是咱们这边的美团的送餐员吗？对，听说是这里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小的路怎么会撞得这么严重呢？是吧？大线有没有事啊？我也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们队的，我详细我也不清楚。事发后，记者见到被撞的理发店的店门仲缺失了一大嚿钢化玻璃，不过地上已经冇玻璃碎片。那么可以看到，现场这个巷子其实是比较狭窄的。就像我身后，如果停放一辆货车之后，整个预留的空间是非常的窄。刚才我们现场也走访发现，这里不时会有这个货拉这种小型的一个货车进来。听他们说吧，就是说起步了，就好像是应该是刹车失灵吧，还是什么原因，搞不清楚。应该司机应该是车的问题，我感觉是。他们的也这样讲。据外卖骑手所属品牌方回复，目前受伤的骑手伤势平稳，仲在住院治疗当中，后续亦会为骑手申请职伤险保障，以及帮助骑手跟进肇事方赔偿等事宜。经交警核查，事发当时涉事车辆同四个路人发生了碰撞，造成一人轻伤，三人轻微伤，目前事故正在调查处理中。再睇下香港方面，香港葵芳村日前发生了一起伦常命案，涉及成年智障人士和照顾者。有组织呼吁照顾者要及早寻求帮忙。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促请政府要加快购买处所作为智障人士宿舍，加强支持。一个59岁母亲和32岁智障的仔被发现在香港葵芳村寓所死亡，警方列作自杀及谋杀案处理。据了解，涉案母亲因患心脏病，担心无办法照顾个仔。有组织指照顾成年智障者压力更大，现时有多个渠道等照顾者寻求支持。小朋友个体型比较都大啦，系啦，气力亦都比较大啦。咁如果佢有其他嘅行为问题或者健康问题，需要照顾得紧密啲、贴身啲嘅话咧，咁呢个可能对于家长嚟讲都系一个比较大嘅负担嚟。唔建议家长或者照顾者咧，在他覺得壓力爆煲的時候才開始求助，有需要的時候盡量找了不同的支援先，或者多些跟你的同路人傾訴。他表示，香港政府去年9月底推出的照顧者支持專線，可以即時配對社區服務轉介等，亦為緊急個案提供外展服務。由香港立法會議員指出，智障人士的宿舍服務可以有效舒緩照顧者的壓力，但是根据立法会财委会数据，中度智障人士宿舍最新要等154个月，即是12年几。而政府四年前拨款200亿元购置处所作社福用途，但是至今只是买了5个，促请加快进度。可能呢政府对于这些物业是有一定要求，无论是高度限制、消防等等，其实可能是比较严苛的要求。
睇下政府能否咧係降低一啲嘅門檻。當然啦，如果係屬於係安全性嘅要求咧，我哋認為係必須要係跟足嘅。咁但係可能一啲非安全性嘅要求咧，其實係咪可以調低啲？他亦促请香港特区政府尽快设立18区照顾者支持中心，提供暂托服务，等照顾者有喘息的时间。你看下这片，在昨日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二批正式公布了，一共有16个典型案例，涵盖了车辆通关、数据跨境、多元相似纠纷解决等等，涉及的領域更加豐富，方式方法更加靈活。其實不經不覺，這套機制其實都已經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變化，一起了解一下。第二批典型案例共16個，涵蓋要素跨境流動類5個，民生融合類5個，營商環境類3個，重大平台建設類3個，具有先進性、創新性和示範性。據介紹，與第一批案例相比，第二批案例延续了创新价值高、示范效果好等特点，同时亦具备规则衔接领域更加丰富、规则衔接方式更加多元、规则衔接更加注重回应民众关切等新亮点。除了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务服务跨境通办等政策，中山率先落地的港药月产就令不少老友感触颇深。以前很难买到的药，现时轻易就可以用得到。据介绍，香港联邦维生素 C 泡腾片其实早在2002年就已经在香港上市，2006年通过进口药品注册在内地上市，目前在内地的覆盖人群广，市场接纳度高。最近10年来，香港联邦维生素 C 泡腾片的销售情况位于市场前列。受到生产场地和成本的限制，香港联邦只有一条生产线在生产该产品，供不应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加速解决产能不足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就在香港联邦寻求破解办法之际，国家政策的东风打开了发展的新窗口。2022年6月，国家药监局发布支持港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大湾区内地9市生产药品实施方案，相关政策允许港澳药品实施境外持有加境内生产的模式，为港药月产打开了大门。在中山市市场监管局的积极推动下，香港联邦开展了跨境委托生产模式。在2023年5月，中山联邦生产的维生素 C 泡腾片通过了 CDE 备案审查，产品正逐步向全国流通销售。在此之前，我们香港联邦维生素 C 泡腾片是通过进口药品注册在内地上市的。受到生产产能的制约，香港联邦并没有开放本品线上销售渠道。随着中山联邦产品线的投产，该产品产能将提升三倍左右，电子商务销售渠道也将逐步开发。这意味着我们消费者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买到这款家庭常备药。陈敏话，维生素 C 泡腾片的港药月产，为今后香港联邦其他药品乃至其他港澳企业的药品跨境委托生产提供了先例，对于开创性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医药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作用。接下来是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强政策服务和指导，确保相关政策在中山落实落实，推进粤港澳生物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嗱，唔講都唔知嚇，舊年喺香港維多利亞港，平均每日都可以吸引超過30万人觀賞嘅嗰只好巨型嘅大黃鴨咧，其實係由中山一家企業生產嘅。咁而最近咧，大黃鴨就翻到鄉下，佢出現喺中山嘅獅滘河上邊，準備喺聽日為家鄉嘅400盛會助興嘅，睇睇。由圣斯村河岸边望过去，翠翅的大黄鸭游响河面上，零舍引人注目。不少游客都去到桥上，都想同佢的大眼睛嚟一次深情对视。在抖音上看到这个小黄鸭以后，今天专门来看一下，明天还要来看一看。咁大家睇下，依家喺我后边咧，正望住我哋嘅呢只大黄鸭咧，个高度咧就有成10米咁高噶。咁佢呢身皮，亦即系话呢个塑料膜啊。嘅淨重都有成200多公斤，
咁佢嘅底部咧係有一個浮台浮喺水面上邊啦，咁入邊係有一個鼓風機，一日廿四小時不停咁喺度鼓風，先至可以使到佢一直保持企立嘅姿勢。去年在香港维港展出的大黄鸭有大约18米高，产自沙溪一家母婴类产品生产企业，而这只缩小版的大黄鸭是专程为2024中山沙溪非遗旅游文化周重新制作的。大黄鸭的话是200多片材料缝在一起的嘛，我们可能看起来冲击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它里面它其实有很多的结构在里面的，它的弧度啊，包括它的这个嘴巴的这个翘度，所有的我们都是经过测量去计算。大黄鸭源于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创作的巨型橡皮鸭艺术品系列，自2007年诞生后，大黄鸭就开始了世界巡展。今年沙溪非遗旅游文化周，主办方不单止搬来了大黄鸭，还将青年创业杂志搬到了跟它对望的平台上。我们在上面打造了那个休闲区还有表演区，站在我们的那个集市上面的话，往河对面一看就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大黄鸭。那今年呢，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大亮点打卡点。至于这个大黄鸭一直在村里面能进驻多久呢，现在我们还在协商当中。我有妹过来的，特登来圣诗看看，带啲老友啊咁一起行下咯。最近法国马赛举行了奥运会首场的无人机表演，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预热的。而这场表演是由中国的无人机编队表演执行，而这支中国团队都是来自深圳一家无人机企业。了解一下，今次无人机表演由八百架无人机呈现，围绕奥运主题，依次展现了奥运火炬、帆船、橄榄树等元素。表演中仲加入咗烟花效果，并科技加烟花点亮法国马赛嘅夜空。本次使用了差不多接近600米的那个烟花挂载，在我们整个的表演历史上量还是比较大的。通过烟火和无人机灯光配合起来，让我们的无人机表演在空中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立体。提供呢场精彩演出嘅深圳企业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佢嘅无人机编队表演响世界各地呈现过众多高燃时刻，亦已经实现咗无人机自主研发同自主生产。每年的研发投入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基本能占到30%-40%的营收，也是这么多年的研发的积累，才有后来这种厚积薄发的一个产品应用的爆发。巴黎奥运会将于今年7月开幕，呢支来自深圳的无人机编队会在凡尔赛宫进行长期演出，直至巴黎奥运会结束。今年三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咧系联合出台意见，提出要优化餐饮供给格局，培育同认定一批中华美食街区。广州市政府咧喺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咗目前广州正在培育建设中西特色美食集聚区，将餐饮咧进一步打造成为城市消费名片。广州具有深厚的美食文化积淀和群众基础，食在广州，享誉海内外，形成以粤菜为先、海纳百川、国际多元等特点。2023年底，广州全市有粤式餐饮门店超过10万家，国际美食类门店2.1万家。由今年年初开始，广州集中资源优先培育建设越秀北京路美食区、海珠广州塔琶堤美食集聚区、天河珠江新城东南核心区三个中西特色美食集聚区。其中，广州越秀区通过优化餐饮业发展布局、制定美食地图等措施，力争打造成富有岭南风情、广府味道的美食聚集区。结合江景、夜景、街景，提升招牌和街区形象，打造不同主题的美食场景，四季美食漫游线路，让大家食得有趣。另外，广州城投集团在打造广州塔琶洲世界级地标商圈工作中，推进相关项目建设和载体招商，广州塔广场项目亦即将开业迎客。集聚区内广州塔广场有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商业面积约5.7万平方米，定位为国际潮奢高端购物广场，主打手电经济和夜间经济，是国际化、品质化、智慧化、绿色化的商业综合体，计划今年底正式开业。中西特色美食集聚区是以餐饮为特色，
集美食、購物、旅遊、文化、商務、夜間經濟等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街區。廣州市未來會銜接城市發展規劃，打造一江兩岸美食長廊，構建餐飲消費地標。三個聚集區共有餐飲門店2230家，其中國際餐飲超500家，匯聚了全市近三分之一的米其林、黑珍珠等精致餐飲。下一步，广州将会推动各聚集区打造特色文化 IP， 提升餐饮对于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的放大功能，擦亮食在广州的城市名片。下面时间再来看组湾区快讯。5月19日是第14个中国旅游日，广东省主会场活动会在江门开平市赤坎华侨古镇举行。5月18日到20日，江门开平碉楼文化旅游区、新会小鸟天堂、川岛旅游度假区等景区，以及古兜温泉、康桥温泉等温泉度假区，都会推出半价优惠活动。作为国内最早做打印机自主研发的品牌，以及国内产品线最全同唯一走出国门的打印机品牌，珠海奔涛经过多年的技术研发，已经拥有较完整的打印机核心技术，涉及例如主控芯片等信息安全的核心零部件。这家企业的产品已经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货规模稳居全球前三。近日，陕西省淳邑县石门山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采集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布设在辖区内的红外相机两次影到了金钱豹的珍贵影像。专家根据相中动物的形态和花纹判断，这两只金钱豹属成体。这个发现证明了淳邑县野生豹种群的存在。今晚节目就到呢度，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湾区最新闻嘅官方微博同微信公众号。最新闻，听晚努力品。从来不需多交往，不需很火烫。然而若有难堪，首先给你上榜。寒暄招呼，假意伪情，逐寸捆绑。因你我自可，纯真得到释放，情人。